Hong Kong, December 2011. Ropeway to see a statue of Big Buddha.兩個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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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遲一個鐘喎，我諗依個排個半鐘都未到，依家排咗成粒鐘，九個字都打好咗，咩人去過？不用排隊，兩個人根本就不用排隊的，哈哈哈哈，那時候才不用排隊，是多我一個，哈哈。我們走到那裡呢，有兩公婆一起走的，就站走到那裡就不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是啊，他們回轉頭了，是不是記不記得第三個頭嘛，是的，你就是第三個頭，這個就是頭一段最難走，是的，那裡是這樣一路上的嘛，那兩個人說我們這麼大年紀都走這裡啊，我說我們兩個都未夠兩百歲，怎麼這麼大啊，這裡都可以由我們走上，這裡走上哇，不怪你說這麼難走啊，這裡咯，在那邊上來咯，是咯，那邊啊，哇，真的啊，這裡哪裡來的路不見的，那邊那邊，由那邊，由那邊一路走上來，是啊，那真是辛苦，在那邊上，日東那邊，那邊上，日東這樣一路走到來這裡起，開始上山，啲人坐曬喺邊咧，嗰個嘢都未移到。都有人喺嗰邊嘅，邊度？嗰度啊！嗰啲平啲咯。屋村咯。都唔係垃圾嚟嗰啲。邊啲啊？白色嗰啲係嘛？白色嗰啲，好多白鹭喺呢度。哇，好靚！食揾嘢食。食乜嘢？
啊，啲格格都有人咯，似乎都幾多人上嗰度。啲水晶車聲咁按咧，唔同講法喎。哦，感覺好似飄忽，好似飄。